1982年，奔驰 W123230 试驾。这好，然后开灯，用转的。好，然后打到 D， 再往下，再往下，再往下一点。好，然后秋董里到，秋董里。秋董。No， 左手那边有个圆钮，拉。这个。对。Q 钮吗？对，很像 Q 钮的东西，一拉。好、哦，这样就好了。对。来开吧，这因为它是二档，你刚刚用的都是二档。哇，这个二档真的是非常加速，非常绵密，也不是说绵密，非常的有力。哎、欸，你如果用一档，它会更夸张。哇，这是二档，这不像二档、啊。对，这是二档。你现在停，你现在哈、哦、打到 L， 对，再打，对，正 L 的，对，吹嘞。这就是它的一档，你可以打到 L， 然后再吹一次，反正是短短的。这一台刹车很好刹得住，打到 L， 对，吹了。哦，是的。哇哇，嘎，这个爽哎、欸！这个真的爽，难怪你要开出来让我们试乘。对，哇，这个一定是要试乘才知道这台车有多爽啊！这是暴力车，对不对？哇塞，这暴不暴力？暴力！来啊，你哪个帕巴库给斩了你就栽啊！不要来，你起就栽啊！啊，你起就栽、啊。再打到，哎，啊，这是二档，二档就这样。二档很有力、啊，二档就是别人的一档，真的。对。然后它要3000以上才会还虾才会快，所以因为这一颗是个大活塞短行程短冲引擎哦，所以它喜欢高转，它不是大扭力引擎。哦哦，感觉到了。大家好，今天来测试一台我们赫曼先生刚弄好的这台老兵啊。哇，那这型号多少 ？W123。W123，来，我来测试一下。这个二档起步，哇，这个加速就是一个浓厚，完全感觉不出来它是一台快要已经40年的老车。对，已经40年，不是快要，大概1970年代的车子。它是82。1982是不是？对，82到22啊，40年。40年，这台车。当然是一个起步到现在这样红灯，就已经感受到它的这个加速的浓厚感了。而且它的特点就是从二档起步，对不对？对，二档起步就有这种感觉，那一档更狂暴。那真前面有警车，所以等一下再试试看用一档起步会有多吓人哦。这个二档爬山真的是很夸张，它的这个2000多cc 四缸引擎啊。它的爬山就跟现代车那种往上冲的感觉哦，其实差不到哪里去哦。你要想它40年前的车子哦，哦，它那个往上冲的感觉，你有坐边啊会惊，会惊，真正会惊哦。它那个我头前这台塞到上班啊嘞，哇，感觉不对啊！你会觉得路上的车都很慢，对不对？对啊，车真的随便，你那油门只要一稍微没控制好就超速。对，我说这台是快乐超速机，就是这样。快乐超速器，够凶，那个斩了，是吧？对。哦，感觉有了，感觉来了，哇，哇，这个 feel， 就是给你往前冲，它就是带着你往前冲就对了，哇，真的舒服，爽快感啊！对啊，就是没什么话说，就是一个顺，然后又有力，开起来就非常舒服，哇，这风啊，哦。哇，莫名其妙就想飙车的车。真的啊，哦，那个赫曼先生的调教功力就是一点。你们觉得他就是想引诱你踩油门？哦，真的呢，就是不自觉油门就是个斩了。对，而且他的变速系统，应该说变速逻辑还很特别，就是他的 kick down 呢，是你要踩到油门踩到底之后，下面还有一个1公分的一个很像小开关的样子。然后你踩下去会这样咔一声，然后它就变速箱就知道你就是要往前冲，它就是给你降档，然后暴力的往前冲。这个逻辑真的现在的车不会有这种感觉，真的是以前的车才会有这种想法。往下翻就好。然后我们现在起步，
随便开就是这么快。对啊，这个真的非常舒服的一台车，这可以说是一台西装暴徒，真的就是用西装暴徒来形容。看起来外面就是非常的典雅，但是它里面调教的这个心脏真不是开玩笑的，就是没有在跟你开扣的。对啊，这台车太舒服了，真的就是一个舒服。开关吧，对，它是喇叭按哔哔的地方。好，就这样。